將一啲用膠索帶綁起嘅圍欄啦，拆開，再擺翻落行人路邊。雙方各不相讓，即如果真係靠咁嘅方式嚟到翻工，即係要提早三四個鐘頭出門口噶啦。亦都有大埔居民話，即使有船都幫唔到幾多。我都被困喺大埔六日啦，真係就知道有架艇出去烏溪沙，但我由我屋企去到海濱公園呢兩個鐘頭，我都未上到船啊！政府雖然係幾廢咗，可以同我講句點樣轉變翻而家喺香港，唔使去整張我陣腦嘅香港。渡輪服務由朝早七點去到夜晚七點，政府同時提供免費旅遊巴來往大埔海濱公園、大景街迴旋處同埋大埔墟站新達廣場。港鐵就話，東鐵線大學站鐵路設施同埋停泊嘅列車被嚴重破壞，預計需要較長嘅時間修復。火炭來往大埔墟嘅一段仍然暫停。朝早九點幾，紅磡站路軌被人掟大量雜物，包括鐵枝、凳同埋紙箱等等，亦都有人投擲汽油彈。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。紅磡站來往旺角東嘅列車服務一度暫停，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恢復。無線電視記者容嘉耀報道。發火不依人世嘅專場，運走路上雜物。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安全祥和，制爆子烂。我们的目标把道路畅通，我们的目标香港安全稳定。你们发挥正能量，香港市民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形象。这是我们市民自发的，都是自发的。希望你们放下你们手中的，跟老百姓一起去干的有益的工作。有小朋友、市民参与。解放军驻港部队对上一次出动是在去年超强台风山竹集港，帮手清理郊野公园的林树。驻港部队清理的同一时间，消防员亦都在场。